好，我们这边来看一下，太夸张，拉普两卡哦，要来打春日签的地狱级了。好，第一关数字盾这边稍微洗一下哦，他没有去转队的17颗。好，第一关这边是越扣越强，他刚刚也直接消一个满板哦。如果接下来有消到满板，就是掉落固定的五鼠魔强下来。好，来这边的话，下一回合是扣75，那接下来就是100了。好，他这边持续消满板。好，17颗，拉普这边真的就只能消17颗了哈，不能靠叠珠，因为拉普他天降下来是不会消到的。好，第一关这边直接带走。好，第二关这边鬼机粘附。好，这边稍微再偷一下下哈。好，这边拉普直接引爆暗掉光。好，这边是只有去手消到光哦，欸，火跟光还有木。好，这边没有带走，有点可惜。好，这边有先去让他减伤哦。拉普的减伤幅度其实也蛮大的。好，这边稍微再把技能洗回来，来这边引爆火掉光。好，这一回合应该是可以顺利带走了哦。好，带走没问题。来，接着第三关哦。好，第三关这边的话是不能手消到水。好，那这边直接引爆水掉心。好，那这边场上现在没有水，看到的火就都是真的火了哈。好，这边去消满板 ，OK。好，这样就会掉固定数量的五鼠魔强下来。好，再来第四关30级盾。好，那这边是不能叠到10个虚之印记哈。好，这边就是慢慢跟他耗一下。好，拉普可以先躲起来，而且他这边 CD 2，所以算还蛮人性化的啦，就慢慢跟他耗到30下就好了。好，这边继续躲。好，这边再躲，漂亮，这个无限回避啊！好，场上的暗越来越多喽。这边有办法吗？来，直接先消一波咯。好，继续躲起来。好，这是最后了吧。好，接着这边引爆暗掉心哦。好，这边再去排一个满板出来吧。 OK。好，那下一回合会引爆光来增加自己的攻击哈。那这边的话，目前是可以回避的状态。好，接着这边好去手转哦，手转要直接拼满板了。好，应该是可以，可是光珠哇，这个光珠尴尬哦。啊，这边把龙克开下去。好，这边带走打17亿来，接着第五关。好，第五关这边是克鼠哦，这边就是要等它转成暗鼠啦。好，继续回避。那因为拉普有间距啊，所以你有打它，它就会反弹过来哦。好，这边引爆暗掉水。好，这边可以再拼一个满板了。OK。好，这边直接带走。来，接着下一关，因为都是种族猪的关系哦，所以不会被冰冻。好，这边直接引爆水掉心。好，可是这边是没有办法凑到八康的。好，来这边要稍微再躲一下吗？
好，这边去消三种以内，有减伤哦。好，这边要再等拉普跳起来一次。OK， 引爆水掉星。好，我们把八康就要仔细去排啦。好，先转幻象。好，要先去排一次满板。好，来另一只拉普跳了。好，这边要再引爆。嗯，这边是做了什么神奇的动作吗？好，先不管。好，这边先引爆水，引爆水来掉星哦。好啦，那这边八康是有办法的，因为都是固定版面哦。好，这边带走。来，接着王一啊，王一这边的话是突击扣当前99哦。好，那因为整版都是魔强的关系啊，所以不会被风化到。种族猪可以内建防御某一些障碍猪哦，像是冰冻、石化、风化这一类的。好，那每回合有打破亿就会打到20%了哈。好，这边开幻象躲起来。哎，这边的话现在是没有办法满板的，感觉有稍微在留猪哦。这边先减伤。好，这一回合有打破亿，所以有打到哦，有打到20%。好，接着这边的话，风化猪有没有要想一下怎么处理？因为风化越来越多了哈。来，这边引爆光掉火。好，那这边就是要再想办法满板一次啦。好，可是没有办法哈。好，这边要一边吃减伤，一边打到20%，不容易啊。这边回避掉。来，这边的话，现在有要开主动技吗？好，看起来是没有哦，直接转了。好，龙克开下去。好，这边剩最后的一点点血齁。好，这边直接一康下 ，OK， 带走。来，接着二血就是拉普，直接去无视掉了齁。好啦，那感谢观众提供这个拉普拉斯两张卡通关，看起来也是很稳欸，我觉得。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齁，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会啦。好，这边满板。OK， 拜拜。